2014年4月1号，这一天是星期二，中午12点啊，Minecraft官方发布了这么一篇通告。在我的世界 1.9 测试版里，那些长鼻子村民突然有了自主意识，他们控制了我们的玩家皮肤网络内容交互系统。所以很抱歉，在我们修复这个问题之前，你暂时无法更改您的皮肤，我们还在绝望的拔插头，但我们应该准备恭迎我们的村民陛下了。世界大同即将降临， Minecraft 团队。观众老们大家好，这里是严安君，今天啊继续给大家带来我的世界愚人节特辑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014年的愚人节。这一年的愚人节特辑视频想必大家肯定印象深刻，只要是在2014年4月1号打开 Minecraft， 就可以在主界面听到《权力的游戏》村民变奏曲。之所以有这样的彩蛋，是因为《权力的游戏》第四季在14年的4月6号首播。嘿嘿，看来这个制作团队里啊，估计是有人是全游粉咯。这个彩蛋严君在我的世界彩蛋视频第一期就讲过了，但是这一年的愚人节整蛊并没有止步于此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盘点盘点2014年愚人节里更多的细节和秘密。除了主界面的全游主题变奏版，当我们进入游戏就会发现背景音乐也他喵的变了。好好的这几首平静啊，现在是完全平静不下来了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你在游玩 Minecraft 的时候，要全程听着无脑村民在你的耳朵旁，像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玩 MC 那样，傻儿吧唧的哼唱背景音乐。很多小伙伴看到这里，肯定会提什么，村民动画、村民新闻什么的。是的，讲这个彩蛋，那么一定要提到动画《村民新闻》。这是由元素动画出品的系列动画视频，用三维的方式讲述我的世界里村民们的故事，做的还是非常棒的啊，也火过一段时间。这次的愚人节整蛊摸样用的就是他们的音效包，被我们称之为 TEAVSRP 村民声音资源包。除了音效啊，其实还有一些外观上面的变化，我们几乎所有的正常人皮肤都变成了村民，而且还会配上村民自带的傻儿吧唧的音效，比如走路的时候就会自言自语，踩在什么上面就会发出什么音效。而且这些音效不仅仅影响到游戏的里面，甚至连菜单里的这个点击音效啊都给改了。 click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，给大家看一段那年那一天别人服务器里的欢乐场景吧。And there are lots of villager noises going on, lots of villagers following me around, and it's the best sound when I double jump and then land. 而这一年的愚人节彩蛋最为经典的，当然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、搞笑无比的生物了。比如之前就介绍过的猪。比如杨军我自己，仿佛就像收了一大堆儿子，一靠近就喊爸。
Ba, I am a sheep. Ba, I am a sheep. 要求我不会在这里将所有的生物都一一举例出来，这就失去了这个彩蛋自己体验自己游玩的乐趣。在今天视频的最后，杨就会教大家怎么来体验我的世界愚人节特辑版本。除了这些个中立生物，敌对生物啊也是非常搞笑的，比如这个骷髅弓箭手。Hello, come out. No, Dick. I mean you no harm. 他的这句台词就让我想起老滚舞里的膝盖中箭梗。Hello. Oh, I used to be a man. I used to be an adventurer like you.Then I took an arrow in the knee. 还有比如最常见的僵尸，哎，现在已经不再是了啊，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他说 Oh, what are you doing? Dying. Great. 哎，是不是马上就有植物大战僵尸的感觉？当然了，这个2014年的愚人节彩蛋围绕的还是村民，这些个村民啊，现在有了自主 AI， 会说话，会聊天，会吹水。It's a nice day we're having. Hello. 开门还会说 open. Close. Open. Hello. 被揍了也会像人一样啊有反应。Oh. 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are you doing? O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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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 are you doing? Oh. Oh. I'm dying.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4年4月2号，也就是第二天。一切恢复正常，这个彩蛋无法再触发，就算是我们更改系统时间也不会触发。这么好玩的整蛊彩蛋啊，真的是有点非常可惜。而村民新闻就是做动画的那个，也在2号发布了一个道歉视频。真的是道歉视频吗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 We're sorry. No, we're not. We're sorry we ruined Minecraft today. No, we are notI am not sorry. Gras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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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ss. 好了，接下来是这期视频的小干货时间。没想到吧，杨军的彩蛋视频里还有手把手的教程。在其发布了2013年 Minecraft 愚人节彩蛋之后，收到了超多的私信啊，都是问我怎么样才能玩上这个版本。今天我们这期视频连着13年和14年的一起教给大家，其实都非常的简单，一分钟内。包学包会，首先是2013年的超级敌对模式。这个版本现在五的世界正版启动器已经不支持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用第三方的。比如梁军我用的则是 PCL 启动器，这启动器啊非常可以，在下载里面就已经整理好了 2.0 的版本，我们下载之后就可以直接打开游戏，非常的简单。而其实2013年的愚人节彩蛋是有三个版本的，上期我们也讲过了，分别是蓝色、红色和紫色。这三个版本原始的文件官方维基百科里还是有的哦，直接下载然后替换掉 PCL 启动器里的那一个就 OK 啦。而2014年的，也就是今天讲的愚人节版本，哎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因为这个村民新闻动画小组后来发布了资源包，里面包含了所有超欢乐超搞笑的音效和音乐，不管是什么版本进入游戏，在资源包里添加就完事了，是不是超简单呀？所有的原文件就我都会打包整理好，也会放在评论区，大家感兴趣自提便是。好了，这里是用心做彩蛋视频的杨军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 MC 愚人节历史彩蛋系列，如果喜欢还请多多点赞三连，写个评论支持支持，当然点波关注和订阅那就更好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I am lava.Stay away, I am lava, I am lava. Stay away, stay lava. Away. I will hurt you. Lav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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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va. Duh. Break, break.
break, break. Da, da. Ignite. Da, da, da. Da, da, da. Ignite. Fire. Da, da, da. Ignit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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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da, da. I don't like you. I don't like you. Yeah. Ah.